往前举高受限，所以我们这个肩膀呢灵活度一定要够，所以五十肩那个最基本上就一招嘛，就每天就这样做一个花开花开花谢，传统贴贴布够削吼削短袜够弯紧吼，啊你内底该放两粒两粒迄个热豆，啊所以你就安尼该打落去凉凉，你倒位疼你就讲倒，啊好顺，啊是讲倒位较硬。你都该讲起来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可爱的这个小姜锤哈，经济又实惠，又可以治疗酸痛，自己。